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5月31日，这是今天第五场读报点评节目，来看看法广的最新报道啊。法广刚才发表了一篇文章，谈到这个目前这个韩国、日本、美国、澳大利亚和新加坡举行海上训练，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我们来看看他讲的什么内容啊？这是法广刚刚啊，这个发布的这个消息啊，法广现在每天更新很快，但是有的时候啊，他有些媒体有些报道啊，他虽然更新快，但是往往是比较简单啊。这是刚刚看到的这个消息，我来调整调整。好啊，他说共同社报道，这个多国海上训练31号。在韩国南部的济州岛，近海举行训练，由韩国主办，就主办方是韩国，他做东哈，日本、美国、澳大利亚和新加坡等国家参加，看参加的国家不少啊，旨在加强合作，防止什么呢？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训练也是由美国主导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防扩散安全倡议。这个倡议的一环，这是刚刚看到的哈，说训练由原定包括拦截疑似载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船只，并检查货物等内容，但由于天气恶劣而缩小了规模。你看这一两天啊，都是军演啊，因为战争有可能来临呐、啊，台海兵凶战危。但是我刚才看了一段，姚晨的这个聊军事的视频呢、啊，似乎他的观点和过去有所不同。他认为27年之前中共不会打台湾啊，我认为不一定，因为什么？他总是威胁台湾，搞来搞去的，双方都得军演，不一定什么时候就擦枪走火，擦枪走火肯定要引起战争哈、啊，有开始未必什么时候结束很难预测。这篇文章讲，参加训练的日本海上自卫队叫护卫舰，29号悬挂着自卫舰旗叫旭日旗，驶入了这个。韩国南部的釜山港，这日本。那么韩国呢？韩方对旭日旗有强烈的敌手情绪。这以前日韩有矛盾呢，现在握手言和，但重视加强日韩防卫合作的尹锡悦政府，遵循国际惯例，同意入港。你看，同意他，这是很大一件事啊！同意他这个旭日旗啊，进入了这个韩国的港口了。韩国总统尹锡悦30号向济州岛举行的。这个 PSI 成员国高官会议发去了视频寄语，还给他祝贺，祝贺还搞了寄语，小短视频啊，指出朝鲜正在非法获取核与导弹开发所需要的资金呢，呼吁各国应进一步加强合作。看来他这个目标就针对北韩，实际就是中共啊。据韩联社报道，他是美国国务卿、美国国务院官员观摩训练以后。就美国的国务院派了一批官员，看着是演习训练，然后呢，在当天早晨发射军事侦察卫星，这个时候谴责称啊，这是给世界和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带来了威胁，包括武器扩散的活动啊。这是一篇文章啊，刚刚讲了一半，就是姚晨给我感觉和以前观点有所不同啊。那么我觉得，二七年就可能就晚了一些了，在这之前，随时都有可能啊！不要，因为习近平不敢打。你看习近平以前做任何事儿不都是做的很愚蠢，但他就敢试一试。你像新冠新剧不就是干了6年？你看到现在他也没住手，对吧？一带一路也是啊，这个脱贫攻坚也是啊。往往你们认为就是他不能做的事儿、愚蠢的事儿，他恰恰做。这是他的决定，他的性格特点啊，所以，打的可能性仍然是存在的，并不是像他估计那么乐观。我认为啊，那么他认为呢，就是说是有可能是和菲律宾打起来，说是打菲律宾是选择一个亚洲的，就是周边这些国家，越南呐、啊，这个菲律宾啊等这些国家挑战他，找一个这样的一个样板打一下。警示警示其他国家啊，那么这种可能性当然也存在，但是打菲律宾，
美国不可能不介入。如果美国要不介入的话，那美国这个承诺这不成了个大忽悠？尤其他第一个打这个国家，美国肯定要介入。美国要让这些催促他的小兄弟维持二战以来建立的以美国为老大的国际秩序确立，一定会介入。这介入程度有多少多大？我认为这个很难评估了啊，咱毕竟不是军事专家。他与其他打菲律宾，那他都一样投入这个兵力，他不如直接去打台湾。可能习近平就这样想的哈。习近平看问题是很极端的。我们再来看另一篇文章：美国向乌克兰提供新一轮总值3亿美元的军事援助。这也是法广刚发表的消息啊，是5月30号宣布的啊，向乌克兰提供新一轮总值3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其中主要包括什么呢？爱国者防空系统的导弹。乌克兰的总理周三说呢，作为世界银行行政能力持久性的公共支出计划的一部分，基辅已经从美国收到12.5亿美元的资金了。现在这场战争，美国肯定得倾国之力了。为什么？他也是树立一个样本给习近平看，就是你如果敢发动侵略战争啊，不论你什么名，你什么武统啊，是对菲律宾，是对越南，是对台湾，只要你对日本，你只要打了，美国100%是要站在自由世界一边啊！这是一场大决战呢。法新社报道说，美国国防部宣布的新一轮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正值俄罗斯加紧对乌克兰主要城市发动空袭。美国国防部表示呢，将立即从库存中为乌克兰已经拥有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提供弹药。新一轮军援还包括什么呢？海马斯火炮系统啊，这个东西现在是利器啊，在这个已经证明在俄乌战争当中是有效的哈。说美国国防部周三在声明中宣称，号称准备反攻的乌克兰，还将在短期内获得复仇者和毒刺儿短程防空系统啊。毒刺儿现在台湾已经有了，对吧？说大炮和坦克炮弹，以及士兵用的数百万发子弹和各种弹药，现在全世界军火上是赚钱的。现在哈，说自2022年2月入侵乌克兰以来呢，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达到了376亿美金呢。这为什么美国现在债台高筑，再没钱他也得把这场仗打到底。现在打了一半了，上半场结束了，乌克兰占优势了。叫我看下半场很快，乌克兰就取胜啊，这个不用怀疑。说另据报道呢，乌克兰总理施梅加尔周三表示，作为世界银行行政能力持久性公共支出计划的一部分，说基辅已经从美国收到了12.5亿美元的资金了。现在基辅就是乌克兰背后是源源不断的资金，源源不断的武器。而俄罗斯呢，现在是不是俄罗斯就靠伊朗支援的无人机，中共买的石油天然气给他钱，就这么两项。而且中共还没有直白的，就是说提供杀伤性武器，也可能暗中搞，毕竟范围有限，是吧？数量比较小，所以他怎么和人家乌克兰比拼的？你看这巴赫穆特战争，这个泽连斯基总讲是反攻，实际反攻每天都进行。他为什么这样？就耗费他的资源，有限的资源，对不对？这应该是一种战术了哈。这篇文章讲的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呢，这个世界银行啊，作为乌克兰启动了持久性公共支出啊，这个 PEACE 计划。据乌克兰财政部讲呢，这个迄今为止啊，已经从该项目中获得了145亿美元的资金，就是这个现在乌克兰呢。这是今天的第二条法广第二条消息哈，也非常非常重要。那么看一看布林肯今天也有动作哈，布林肯是在对中美这个之间的关系啊，尤其眼下南海的军机事件，他发表了观点哈。他说，布林肯呼吁北京加强与华盛顿沟通，因为中共现在习近平赌气啊，不让李尚福见这个奥斯汀啊，就是在新加坡这次见面啊，两个人各讲各的话。那么看布林肯什么观点？这是法广刚刚报道的，说针对中国军机上周在南海上空拦截美军侦察机。国务卿布林肯5月31号呼吁北京加强与华盛顿的沟通啊。那么布林肯呢，并将此事归咎于中方飞行员，说挑衅是中方飞行员挑衅。第一次他挑衅，那有视频啊，他非常危险的动作，因为呢在空中飞行速度太快了啊，那个很容易碰上去。说布林肯对美中防长未能会晤表示遗憾，美国现在是很仁至义尽啊，
你看美国当年拜登劝普京也是啊，苦口婆心啊，劝他不要打这乌克兰。那时候刚好创办这个节目，我每天都看啊，我是印象深刻。你不能说美国在这搞什么阴谋，在这问题上没搞什么阴谋，因此很真诚劝他，他不听怎么办？这篇文章讲说，法新社报道，美国军方指责中国战机飞行员在上周在南海上空以不专业方式挑衅美国侦察机啊，北京则反制美方挑衅呢、啊。但是人的内行的人一看就看出，这的确的做的动作是挑衅的啊，这是肯定习近平下的命令。中央军委下的命令，目的是什么东西？目的是赌气呗，也想搞出点事儿来啊，所以有可能擦枪走火开战呢。说正在瑞士访问的布林肯，周三向媒体说呢，美方飞机是在国际空域飞行，进行例行任务，因为双方认为那个区域界定的不一样，是吧？中共认为是它属于它这个区域，美国认为是公共区域啊。他表示，最近几个月发生一连串的此类行动，不只针对我们，还针对其他国家啊。据公开的视频图像显示，一架战斗机从一架美国飞机前掠过，可以看到战机飞过引起的气旋，造成美国飞机剧烈的晃动。有的时候它会使飞机失控，因为太近了。啊，今天姚晨也讲到，他讲得很专业，因为姚晨是一个非常资深的这个。部队的一个基层指战员呢，人家了解情况啊，咱们是外行，这个是肯定是做的是挑衅行为啊。布林肯说呢，中国飞行员非常接近美国的飞机，这是个危险的动作啊，而中方则指是美国一架 RC-135 侦察机蓄意闯入中方训练区域，实行侦察干扰。布林肯进一步表示，我想这正好凸显了为何我们有正常啊。和畅通的渠道至为重要，就为什么要建立最高领导人、军事领导人有个管道，就指这个事。一旦发生这个事，咱俩直接打电话谈一谈，以免下级这个欺骗上级啊，或者是滞后信息滞后，或者信息不对称，造成误会呀、啊。这是很重要的，应该有啊。他没有，他不理，不理的证明习近平准备打仗了吧？是不是啊？这包括两国防长问题是的沟通啊，其实他两个防长沟通是最好，这很简洁，这和别的领域不一样。你比如说经贸领域，你可以放一放，无所谓，务虚一段时间，这不行，这都是瞬息万变的，是吧？你比如他要挡人家一下，这个一旦碰上了，那不就打起来了，马上就干起来了。我跟你讲，这和已经当年胡温那个时代，南海不一样了。当然，南海那时候我是在监狱里边看的啊，这就是也出事儿了吧，是吧？那时候容易协调，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就直接就开干了哈。美国国防部周一表示呢，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已经拒绝在本周出席新加坡的香格里拉对话。在这个时候，与这个国防部长奥斯汀会谈，布林肯讲，北京拒绝此事令人遗憾的。人家布林肯始终是这样啊，非常隐忍，而且特别讲道理。你想想，阿拉斯加。美国被杨洁篪训得像孙子似的，你给我想一想，如果你换这个位置，你能恼不恼怒？但是人能忍了哈，一直到现在啊，你想人家这个，我跟你讲了不起，心理素质啊、综合能力、外交水平和这个他表现，应该讲绝对是有理有节、有序，是吧？是非常非常的，我认为非常有水平啊，这些班子，就我是挺很佩服，真的。原先我是。对拜登这个比较赞成这个川普这政府啊，川普有川普的长处，但是讲这个玩政治还是他的老拜登。我跟你讲，确实，你看他还讲令人遗憾，其实他美国已经很生气了，或者美国觉得很高兴，我就要你这个效果，让你看到最后，咱们比实力再看，是不是啊？那么这篇文章最后讲，他说布林肯预定是2月份前往北京访问，但因为气球的事儿哈。取消了行程啊，这个将来下一步怎么讲都很难说了啊。我们再来看看另一条消息，你看现在，更大的麻烦来了啊！你看《今日美国报》啊，这是星期三5月30号报道，这是美国最近报道的，疑似中国间谍的人假扮成游客，试图混入阿拉斯加美军基地。刚刚讲到阿拉斯加了，对不对？你看当年他训布林肯那是什么形势，现在什么形势？这才多长时间？美国确实厉害，我跟你讲，像下棋一样、围棋一样。他当时为什么隐忍？他就是因为他当时没准备好，从阿富汗那个脚没撤出来，现在拔出来了，又把我打胜仗了，人一步步就给你整到今天的程度。你就想这多大的变化啊！有些人看不见，看有些评论员
还说怎么，好像对拜登这个批评很多啊，不太公平啊。我们来看这篇文章怎么讲。今日美国报报道的哈、啊，据美国官员表示，近年来说中国公民呢好几次假装旅游者试图混进这个阿拉斯加军事设施，因为阿拉斯加是美国军事基地，有基地，说这些人疑似为间谍。几位美国军人对今日美国报讲的，他说在其中一个事件当中，有个中国公民，一辆车冲过了位于费尔班克斯的啊，这样一个安全哨的哨卡，这辆车最终被拦住了，说停下来检查，经查发现里边有一架无人机啊，他搞无人机在里放的，说车内人宣称他是迷路的游客啊，你迷路游客，你整个无人机干嘛？干嘛？是吧？该报道讲，美国官员讲，很多这类事件被认为是观赏北极光和阿拉斯加其他景色的外国游客所犯的无心之过。确实，有的是走就走丢了。我有的时候出去旅游，有的打了 GPS，那个 GPS 失控了，完就是一下到另一个地方去了，浪费很多时间啊。他这个不是，他这个可能是有事儿。说，但是据多位熟悉情况并未获准公开讨论此事的军人说呢。其他试图进入美国军事基地的行为，似乎是想试探、探查美国在当地的军事能力。这是报道讲，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接管了涉及疑似间谍的案件，就发现这人抓走了，由这个有关部门去查去了，说人都专业，你撒谎也没有用。美国之音呢，就向这个美国国防部发个请求，就咱们那么采访人没搭理，你不好搭理啊。说美国驻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的发言人叫刘鹏宇，在给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当中说呢，有关中国间谍的指控纯属恶意编造，他不敢接受采访，他只能发邮件，这都是领导规定好了，写出稿件来了，经过秦刚啊，还有什么习办都批看完了发了，谁不敢讲？想怕因噎获罪哈、啊，这篇文章讲，他说阿拉斯加的共和党党籍的联邦参议员叫沙利文，在一份给美国自己的电子邮件中说呢，不管是中国的间谍气球、俄罗斯的熊式轰炸机，或者是这起新的有关阿拉斯加有疑似中国间谍的报道，再次警示作用，表明我们正处在一个新的威权侵略时代，为首是中国和俄罗斯独裁者。确实，我是赞成这个观点。以前是双方友好，现在都互相戒备，是吧？那自然而然有些事人就会，产生联想或者抓着证据。当然，这是司法的事儿啊，将来是走程序，看看法官们怎么认定啊。美国是个司法独立的国家，没事儿不会搞冤假错案啊。你要是间谍，肯定就查出来了。这篇文章讲，今年5月，北美防空司令部证实啊，该司令部。接连追踪到了图95熊式轰炸机等俄罗斯军机进入阿拉斯加防空识别区，但是俄机没有进入美国和加拿大领空。现在俄罗斯非常后悔啊，当年就是这个阿拉斯加的事儿。阿拉斯加就当我听说花了100多万美元就卖给美国了，现在才知道下入大聚宝盆呢，因为人都。傻嘛，是吧？这很有意思。我今天看了一个报道啊，谈这个事儿。他说，今年的这个啊，今年以来，美国发现一枚中国间谍气球从阿拉斯加，飞向了美国陆军海空领空啊。2月4号，美国在南卡罗来纳州海岸附近上空将这枚气球击落了，随后打捞了浅残骸。中国称这是偏离方向的民用科研无人机飞艇。这个不要紧。过一段时间，美国正在等两国的关系怎么样？要不太好，美国就公布那真相了，对不对？因为我调查报告，你是无人飞艇，是用于旅游的，还是科研的？人家看出来了，对不对？你上面装个眼睛，那些里边储存一些信息，都是军事信息，你往哪里躲，对吧？这篇文章最后讲说，靠近北极的阿拉斯加与美国大陆48个州相分离。毗邻加拿大，离我们加拿大人民公社挺近的啊，等有时间去溜达溜达，看一看啊。说隔着白令海峡与俄罗斯相望，这里有3处大型军事基地，还有一些较小的军事设施，空军最先进的 F-22 和 F-35 战斗机，以及陆军的防空雷达、导弹系统就部署在这里啊。美国媒体是开放了，每天都在讲这些事儿啊，中共是秘而不宣呐。说去年6月，美国陆军组建了阿拉斯加驻军，恢复二战以来的番号，已经重设了第10一空降师，
侧重极地作战，就将来美国做好准备了。这是一条消息。我们再来看看另一条消息，也是美国之音报道的啊。美国之音看来很重视女性的这方面的新闻呢、啊。他说，联合国中国最高领导层缺少女性令人担忧啊，因为中共官场上很多的女干部都出了事儿了，是吧？也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习近平心里不太爽，为了避嫌吧，所以这一届政府当中没有女性。就是高官没有女性，以前最大的官是我们大连市委书记东北老大嘛，孙春兰啊。我认为什么原因，就是因为孙春兰在防疫当中表现非常好，超过了习近平。习近平感到一种就是心里很不平，很丢人，觉得啊，说干脆这个他干好了，到人都说老娘们比男的还强，啥埋汰咱，干脆这一届是也没有女的了，是不是？你本来你看他这届政府是这个就欺负女的，是吧？你看那个刘延东是天津大爆炸，李克强也不敢去，习近平也不敢去，是吧？李克强是后来去的，第一时间赶到第一现场就是刘延东，那就是欺政治局开会欺骗那个欺负女性的，肯定爆炸了。咱再派个人去啊，政治局开会谁去？男的都不支持啊。习近平也不敢去，李克强也不敢去，因为李克强去了，那不显得习近平不伟大吗？那习近平去硬怕死，所以谁都不吱声。最后习近平讲：“严冬啊，你去看看吧。”严冬肯定一肚子的不愿意，说：“我凭什么看？你们大老爷们谁都不去，你们官大，你装什么装都不去，没办法。”那我就试试去走一趟。其实不愿意，谁愿意去？因为爆炸过后有很多危险品啊残留的在空气当中啊，另外还有。可能还有，还可发生局部爆炸，这怎么办？谁都怕死啊！刘延东没办法，受欺负就去了。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先去，过几天李克强就去了啊。习近平到后来一直不敢去，就天津大爆炸。那么新冠更不用讲了，武汉是不是、啊、也欺负孙春兰？所以这个，女性的干部非常有意见啊，这就造成了什么？就是有很多女性高官不愿意当国务院总理。我认为啊，也并不是像你们想象都争先恐后要当更大的干部，就当个干部不是太大，还挺平安就挺好，所以就出现了陈以勤这种情况，就国务委员啊，什么事儿完你们副总理去，总理副总理去，我不去，我因为有时候国务委员就打杂了，是吧？就唱这个配角了，是吧？我认为是这个原因啊。另外上一届政府啊，有这个孙春兰以后，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就彰显了习近平的无能啊。所以习近平这届就没有副总理，我认为是这样啊。那我们来看美国之音怎么讲的啊？他说，联合国在一份报告中就表示啊，中国最高领导人中缺少女性令人关切，并建议中国采用法定名额和性别均等制度，加强实现女性在政府中的平等地位啊。但是如果女性多了，往往人家表现好了，别人就会造谣。你看，这是创伤培养。还有讲的更难听啊，就是日后提拔更难听。不管怎么样，就容易产生这些议论，因为它政治体制决定的啊，的确是官场有很多这个腐败的新闻，这一点也不能否定啊。我估计和这可能也有一定的关系啊。那么这篇文章讲说，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5月30号就抓住这个把柄啊，公布对这些针对中国的建议是与德国、冰岛、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斯洛伐克、西班牙、东帝汶以及委内瑞拉调查结果一起提出来的啊，就在其他国家比较好。该委员会表示呢，虽然中国女性在政治和公共生活中的代表有所增加，但令人关切的是，女性在14届全国人大代表当中比例为 26.54% 啊。他敦促中国增加包括司法和外交部门在内的所有政府部门的女性人数，特别是在决策层，就意思决策层官太小了呗，对不对？他说，该委员会指出，22年10月以来，中国共产党24名政治局委员中有20名首次没有女性，7名政治局常委中没有女性。你看人统计的特别详细啊，我都没仔细看。他说该委员会讲啊，他说对非政府组织的注册受到过度限制，以及有关恐吓骚扰女性人权捍卫者的报道感到关切。就很多是什么米兔什么的都受到打压了，说铁链女也是啊，你看有一个叫骄傲女孩什么，那是女的吧，说帮助的铁链女，应该是个女英雄，结果给抓了，是吧？
打压这个上访的女性的比比皆是啊！你看那个，最近也看到就是这个很多了。你看维权网上每天都有啊，我不信一列举了。那么中国外交部没有立即回应路透社对该报告评论的请求啊，说联合国还敦促中国废除对非政府组织注册的过度限制，确保女性人权捍卫者不会因为工作而受到恐吓、骚扰和报复。他应该放开啊，各种女性的这个组织 NGO 组织应该多点，多给他们赞助啊，让他们充分发挥作用，就帮助女性，这个来做一些事情。但恰恰相反，现在反倒打压啊，只成立了什么妇联，妇联是一个半官方组织，也是共产党说了算啊，这个都是起反作用。这篇文章最后讲，他学者和活动人士表示，在习近平担任总书记10年当中，政治领域和高层政府中女性的人数下降，职场上的性别差距也扩大了。他在统治期间全面的恶化，民主、法治、人权呢，包括这个男女平等，这些都是落后了，大倒退啊，这个一点都不奇怪啊。那么这篇文章讲，女权主义的声音遭到了压制。说近年来，越来越多强调女性作为母亲和看护者等传统角色的价值观呢。就美国之音这篇文章非常重要哈。那下个节目再给大家这个分享更多的这个消息。好，谢谢，再见。